你要演奏什么？你自己介绍喽。啊，你我们介绍。高材生害羞啦，还是要等到他比较内向，他比较内向啊。他现在还没。他是住在里面的吗？所以比较住在巷子里面的，所以叫内向。是。对。他现在还没有女朋友啊。啊，要不要征婚一下？台下很多漂亮的小姐。那你的先让他读毕业好了，我怕他读不到。好吧，那不要吵了啦，人家是来认真表演的啦。是的。好嘞，请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萨克斯风小，不是小姐，先生，帅哥王子来。